这段采访让我见识到了玩那个波吃醋时候五彩缤纷的表情。哥哥这个环节需要看三个粉丝录制的视频，听第一个的时候觉得没什么，甚至还觉得有点搞笑。其实这一段女生的声音真的太温柔了，然后哥哥又一直在感叹，所以惹得她频频的抬头，尤其是说到喜欢你那一句的时候露出的那个表情，双下巴都下出来了。其实这一段除了老王精彩的表情以外，最好品的还是哥哥。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下意识的反应是转过去看老王，然后还问了老王一句，你什么表情？到第三个女生的时候，哥哥又是合唱又是夸对方厉害，这个时候老王的醋劲达到了顶峰，忍不住开口了。厉害，一曲共有缘，厉害，和蔼，第三个应该看不出来，但是会内心。